只可惜玉娇继之与君初相识在热拍，但任嘉伦手头上的存货剧《长安如故》率先赢得了观众的关注和期待。具体故事不多剧透，反而大家被《长安如故》的片花迷住了吧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海报大家傻眼了吧。猕猴桃这次算是下血本了，服化道竟然如此精美。这不，任嘉伦扮演小南城王周生辰，他在雨天撑着一把油纸伞，而且身上是墨色古装戏服，整个人看起来太深情和沉稳了吧。加上运镜和打光太恰当，这悠远意境瞬间扑面而来了呢。有一说一，白鹿是真的很适合古装造型，尤其是白鹿剪了刘海造型，一下子他整个人有了一种稚嫩青涩感。然而任嘉伦白鹿造型不算啥，双人照才是重头戏。这不，崔十一跟小南成王面对面吃饭，但一黑一青的戏服冲击感太抢镜，加上油灯衬托宁静的氛围，这画面简直不要太温馨养眼呀。此外，崔十一陪同周生辰读书，但崔十一乏困倒在了周生辰的大腿上，而周生辰一脸诧异但又小激动的反差萌太绝了。白鹿和任嘉伦不愧是实力派演员，二人双双将原著主角撩人不自知的暧昧感都诠释出来了，恐怕这一次原著粉都要血槽已空了吧。这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周生辰跟崔十一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周生辰背住崔十一，两个人都穿着了同款衣服，虽说周生辰是师傅而崔十一是徒弟，但看看二人甜蜜互动，就连小编都忍不住露出了姨母笑。任嘉伦白鹿这颜值简直就是配一脸呀。你们支持和看好《长安如故》吗？欢迎留言哦。